你是不是第一個到啊？是啊，記得去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你真係打出嚟？好難㗎，你喺出邊兜到㗎。拜拜，多謝曬。係啊係啊，跟住嗰條 link 咯。 我哋可以示範俾大家睇啦，但係要好記得一樣嘢咧，我就喺示範俾你睇咧，要記得所有步驟咧都要保持佢喺個垂直同埋正確。係啊，我唔知點樣入到佢嗰度。哎呀，我腰骨嘅問題。哎呀，好似有啲哦，冇事。其餘嗰啲就係真係好要自己就啦，要環手刀係一般日本刀，日本刀嚟嘅。你點樣喐佢都唔容易跌。如果你要揸低嘅咧，佢就會比較相對地係好鬆，你會好容易跌把刀。咁呢一個會相對係會穩陣啲揸住把刀，同埋佢係你比較容易控制到刀頭。係啦，咁呢個係揸嘅方法啦。 咁批嘅方法咧係有幾種嘅，又唔到角咁樣大刀咁樣上走。好耐喎呢個嘢。係咪啊？仲難過啱啱嗰個。你啲咁嘅細節，係咯。我就諗，如果咁樣唔使用鋸啊，撇幾嘢。係咯，好似一次過咁樣就搞掂曬啦。 救命啊！點救？
其實是可以放膽一點做的其實是可以放膽一點大刀一點薄薄地 一來會遮住所有的木板<笑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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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有不同的顏色 你的橙色在哪裡<笑> 我應該差不多了 眼睛是不是只是一個寶酒來的<笑> 水果嗎<笑> 我覺得你啲衣服衫會比較創意好像你這年紀你看看好不好 <笑><笑>
後面。哇！discrimination 啊！唔係，咁佢會遮住，但咁樣好似好怪怪地。好 cute！ 哎呀，有冇人可以幫手？哎呀，咁樣好靚。